规矩是阻碍。哎，我把嘴操一大。谁去守吧？来吧，喝口水，漱漱口。其实我不想杀你，掏一下，老办法是行不通的。抠一下，拉回来。 抠一下，拉回来，掏一下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盖伦要升了啊！抠一下。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。 还有用什么时间？抠一下拉回来，掏一下，溢一下，溢回来。我们没掉血啊，他已经一瓶血药没了。溢一下，溢回来，放烟儿，平 A 掏，往后拉。 阿卡丽属于慢型英雄，不用着急去杀人，慢慢来，知道吗？我们每回就是有点急，因为猴玩惯了，你知道吧？玩这种慢的英雄吧，不太适应。抠一下，拉一下。 再抠一下，往后拉，平 A 一下，接 E，吃一瓶药，抠一下拉回来，A 一下，一走，一回来抠，闪现放烟儿，吃药，回家。下一个是谁？ 下一个是谁 ？What are you? What are you doing? 走呗，一走，抠一下 ，A 一下回血，你大爷的，这阿木哪里来呀？好吧，你从哪里来？ 早知道不搁这回城了，我现在不能搁这儿呢。现在懂了吗？补好自己的刀。 盖伦12个刀，我们28个刀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玩这种英雄思路很重要啊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路。我就在这儿。 我马上升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杀。有点费劲啊，不好杀。这盖伦有 W 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太好杀他。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一过来抠一下。住！ 点一下防御塔，抠一下，往后拉。
Control E。从今往后，你都得跟我指手画脚。抠一下，往后拉 ，A 一刀 ，R 回来 ，A 打不溜 ，R E。哎，不越他好了，这波确实不应该越他的啊，这不应该越他，这有点着急了，兄弟们，这波不算，好吧，这波不算，这波我略微有点着急了，正常来讲这一波不能越他，你知道吧？这越塔属实是我自己的傻逼啊！我们的护甲不足以能扛塔，有点着急了，这啊，这是有点着急了，别急。本来我们优势其实是巨大的，但问题不大啊。这盖伦无非就是在塔下猥琐猥琐，他只能混。只要我们不急，这把就将他拿下。能玩死他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他们别想阻止我，当然他们可以想想。出了个魔坑，他除了混就只能混，我们只要在线上他一个刀补不到。而且这英雄打团没用，单带没用，没有一点点用处。都走掏放烟儿，抠一下，走 R 过来点烟 ，A 抠 R 走，抠一下平 A， 没明白什么意思。我的炮车，急了，哎，急了急了，着急了，让他着急。这阿卡丽是负 E 是负 W 来的。复议啊，行，那我们这一波啊复议。来陪我玩玩。一走一回来点一下 W 溜扣一下往后拉，查眼 A 一下扣一下往后拉 ，A 一下扣一下往后拉。啊，木木撤。影武者阿卡丽回家。人身上有300多护不住的，直接美甲窃魂卷，我都不多逼逼，我就直接美甲窃魂卷。我的杀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马上就起飞。那阿卡丽伤害没办法，就这样，那打那盖伦身上，他出了个大魔抗着，我们就只能打这么多血，你也没招。我再推一波吧，推一波，然后我们去下路支援啊。是不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去中路支援。均衡教派无法控制我，我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。攒一攒查克拉，
来，可以打。哎呦我，这么多的敌人，这么多的刀子，可以啊，亚索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波 Q 往后拉 ，A Q 往后拉 ，A Q 闪现 R 点燃 E 一下 ，R 走 ，Q 打爆柳烟 ，A Q 往后拉 ，A Q 往后拉 ，Q 一下往后拉，平 A E 一下，等他转完。一回来 A 一下 Q 一下，这怎么还能卡位？哎，这个 E 为什么卡在这个位置了？为啥没进身啊？那玩个屁呀、啊！这啥玩意儿啊？卡 bug 了！拿出真本事！这他妈的！还在卡墙呢。嗯，这蓝 buff 不好拿呀。哎，好拿啊，阿木木搁下路呢，那我们好拿这个蓝。这蓝 buff。打的可挺费劲呢、啊，希望别来人啊！来人我可完了。可以啊，这有了查克拉这就不一样了啊！有了蓝 buff， 我们马上就无敌了。1750。你大爷的，你是真恶心，我发现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呦我靠！这啥意思？我在这儿打个蛤蟆也能来个亚索啊？哎呦，真是！真让人难受。我正好想把那蛤蟆收了，我的八成美甲窃魂卷，我操了！这亚索，今天我能放过你啊？我就不叫蓝莲汉。一次出手换一条性命，干脆利落。先收他两个兵，只疼一会儿。马上11级，去中路升个11，然后我们去下路杀人。如果你看起来很可怕，你最好是真的可怕。干嘛呀？啊？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下破胆了。完了，这啥意思啊？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这波下路不行，不能去啊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他们家有人。哎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这波可以上了。人好像有点多呀，我打个蓝，等会儿啊。先打个蓝 buff，
干啥呢？我到了，来。往哪走？这美甲借魂卷肯定是我的了。嗯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给我杀，来，抬起来。十层啊，十层，哎，十层。暗影之拳，看看这盖轮。我做事和他不同。抠一下，一下，一回来放烟儿，平 A， 抠一下，再抠一下。这盖轮是疯了是吧？看见我就放点烟，看见我就放闪现。风流病啊，这是。抽一下，我这也没法上啊，兄弟啊，拆吧。抽一下，一下，把蓝 buff 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先把他锤石给收了。一下，一回来放 Q A， 拿下。这咋帮啊？这没办法呀、啊！这咋帮啊？我给人打蓝 buff 呢，这怎么帮啊？咱俩能秒他？抱歉啊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瞅着，我这一直在看着我的蓝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一波，咱来一个水银海。他跟我说俺俩能秒他，我没太看出来俺俩能秒他啊。俺俩我没有大，哎，可以杀。抠抠闪现 R E 一回来放大 A 穿抠死，来德莱文，德莱文可以杀了。德莱文呢？德莱文呢？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德莱文居然不见了。哎，刚才杰跟德莱文不是撞面了吗？这小子跑哪去了？我爱我的手艺，我的敌人爱我起来。你可别让我遇着你啊，我告诉你。这个尤其是这个德莱文，你千万别让我遇着你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给我等一下啊，在这儿等一下。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这里边有眼儿吗？这里边没有眼儿，德莱文咋没来呢？
R E 一回来呀 ，R Q 放烟儿 ，Q A 再 Q A 一过来放 Q 接钉，我杀了，溜了溜了。压了，没有查克拉了。人身上有这一下一回来，这阿木木确实挺脆呀、啊，这阿木木回家了。现在左边二维码可以扫了吧？啊？现在左边二维码该给我扫一扫了吧，兄弟们。左下角二维码扫描一下，记得刚才我们的承诺。我的美甲窃魂卷绝对不能丢啊！如果德莱文刚才这么嚣张，一定是旁边有人。哎，美甲窃魂卷咱一定不能丢。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，还有用不完的时间。1450，推下路来。那还老一个被动没打出来，那人都死了，我还打什么被动？魔法是不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德莱文呢？死了，我爱我的守护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拆塔吧，这不锤石咱就不杀了啊。锤石居然如此之嚣张，我没想到啊。拆中盖伦搁上路呢，250，250。我们美甲窃魂卷25层啊，137。说实话，这把除了塔下狼了一波以外，其他我没怎么狼过，我真的没狼过。一下。好大大树，抠一下，往后拉一下，再抠一下，再抠一下。我都不狼，我一点都不狼，我不能让你们说是我这阿卡丽玩的不行，知道吧？想不死其实很简单，知道吧？想不狼也非常的简单。
去你，有致命！我没笑啊，阿卡丽自己笑的，他哈哈哈哈，我不懂，哈哈怎么玩了？踩塔！哎呀！